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。HSK 4级听力考试分3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 第1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1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现在开始第1题。1，家里的电脑太旧了，正好公司发了1万元奖金，我想星期天去买个笔记本电脑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他想周日去买电脑。 2，老张，听说你的自行车丢了，我昨天下午去买了辆新的，那辆旧的就送给你骑吧。这是钥匙，拿着。老张的自行车坏了。 3， 锻炼身体对健康很有好处，无论是游泳、跑步还是打篮球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但关键是要能坚持。游泳比跑步效果更好。 4， 我一般都是在外面吃饭，不过我不太忙的时候，也会去我家对面的超市买些东西回来自己做。那个超市很近，走路10分钟就到。平时他在外面吃饭。 5，别人花4年时间读大学，他只用2年就读完了，而且成绩都非常优秀。毕业后，他顺利地找到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。他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 6，病人送来的比较及时，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如果再晚半个钟头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他们很可能在医院。 7，你们看昨天晚上 那场足球比赛了没？1个多小时踢进了4个球，一直到最后1分钟才比出输赢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他知道比赛结果。八。妹妹说她男朋友不懂浪漫，从来没有送过她鲜花和巧克力，每次约会都是吃饭，甚至连一次电影都没看过。他们偶尔会去看电影。 9。那天的事情太突然了，李先生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。他当时并不是故意的，今天他专门来向你道歉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李先生是来表示祝贺的。 10。大家注意一下，3小时后，也就是4点半，我们准时在这里集合。请大家在参观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参观4点半结束。第二部分。 一共15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。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。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，你真厉害。等一下，我得再检查一下。男的觉得女的怎么样？ 12。我觉得我太胖了，所以我要减肥，以后不吃甜食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你胖一点儿更漂亮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13。你看见哪儿有垃圾桶了吗？我去把香蕉皮扔了。附近好像没有，别扔了，先放这个塑料袋里吧。他们把香蕉皮放哪儿了？ 14。你怎么还躺在床上？不是9点出发吗？来得及，现在才7点半，起那么早做什么？男的为什么不起床？ 15。您这次打算安排谁来翻译这份材料？我看还是联系一家专业的翻译公司吧，他们的速度也快一些。女的准备找谁翻译这份材料？ 16。那些家具，孙阿姨看了吗？她觉得怎么样？她比较满意，只是问价格能不能再商量一下。孙阿姨觉得那些家具怎么样？17，给你毛巾，先擦擦汗。谢谢。没想到乒乓球的运动量也这么大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8，饭店的工作，我想暂时请你来负责，你看有问题没？对不起，我最近在忙另一件事，您还是考虑其他人吧。女的想请男的负责哪方面的工作？19，听说你新租的房子离海很近。是的，这儿空气新鲜湿润，你下次来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20，你今天怎么迟到了？今天不堵车呀。我先送一个亲戚去首都机场，所以晚了点儿。男的为什么迟到了？21，我们的航班又推迟了，刚才听广播说还要等1个小时才能起飞。好吧，我们去那边喝点咖啡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22，叔叔，您觉得热，就把大衣脱了吧，我给您挂起来。好的，房间里是挺暖和的，开空调了。男的觉得房间里怎么样？23，真奇怪，这花的叶子是红的，这叫什么花？我也不知道，上个月我生病时，朋友送的。他们在谈什么？24，打扰一下，请问图书馆怎么走？从这儿往前走，第一个路口右边就是。女的在做什么？ 25。妈，我刚在网上买了台洗衣机，估计明天上午送到。您明天注意接一下电话。好的，钱交了吗？估计洗衣机哪天能送到？第三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文件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。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，外面风刮得很大，你把帽子戴上吧。不用，我就去楼下超市买牙膏，马上就回来。那你顺便买几盒牛奶吧。没问题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7，我刚去理了个发，你看怎么样？挺好，看起来很精神，更帅了。希望能给你父母留个好印象。放心吧，我爸妈一定会喜欢你的。他们准备去见谁？28，这个月这种葡萄酒一共卖了多少？大概2000多瓶吧，比上个月卖得好。是因为现在有买一送一的活动吗？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个原因是到年底了，顾客比平时多了1倍。顾客为什么比平时多？29，小毛，第1页上有个字打错了，在这儿。对不起，我马上去改。改完了，你给我重新打印1份。好的，我一会儿给您送过去。女的怎么了？30，你声音大点儿好吗？这里太吵，我听不清楚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市场上买菜呢。你到家了？还没有，我得去一趟银行，晚点儿回家。那个菜市场怎么样？31，公司组织大家这个周末去爬长城。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难道没通知你？确实没有，并且我已经安排别的事了。不能改个时间吗？不和我们一起去，多可惜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32。下周你们俩都出差，谁来照顾小狗啊？我们请邻居帮忙。你们的邻居真好。他们家的小孙子特别喜欢狗，所以很愿意帮我们照顾小狗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33。很多女孩子都希望找一个个子高的男朋友，你呢？高矮没太大关系，关键是我得喜欢他、爱他。没别的要求了。最好还能和我有共同的爱好。女的希望男朋友怎么样？ 34。你钱包里照片上那个女孩是谁呀？当然是我女朋友了。我猜也是。她是做什么的？她在医院当护士。她女朋友是做什么的？ 35。1月1号马上就到了。是，给女儿买个什么生日礼物？你有什么好主意？今年是猴年，给她买只小猴子。好，我看到商店里卖的小猴子做的特别可爱，她肯定会喜欢的。他们在商量什么事情？ 第36到3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我15岁时，问母亲她最幸福的事是什么？母亲回答说：“你第一次叫我妈妈。”25岁时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回想起母亲当时说的这句话，不知为什么。 我一下子哭了起来。36。想起妈妈的话，说话人怎么了？37。关于说话人。 可以知道什么？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有2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大老虎。 其中1个人马上从包里取出1双运动鞋换上，另外那个人非常着急，大叫：“你干什么呢？即使你换了鞋，也跑不过老虎啊！”第一个人却说：“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。”38，第一个人为什么要换运动鞋？39，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？第40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只要养成阅读的习惯，我们就能经常获得新的知识。这还不够，我们还应该学会好的阅读方法，例如提高阅读速度，扩大阅读范围，有重点、有选择的阅读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知识更丰富。40，我们为什么要阅读？41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你的办公环境会影响你的心情。如果环境干净整齐，你每天都会感到轻松愉快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办公桌很乱，是时候改变它了。为了有个好的心情，先整理你的桌面吧。42，根据这段话，什么对心情有影响？43，说话人认为应该先改变什么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吃葡萄时，有一种人一定先选最好的吃，而另一种人正相反，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。到底他们谁更快乐呢？我想是第一种人，因为他吃的每一个葡萄都是手里最好的。但也有人认为，第二种人更快乐，他们先吃不好的，这样，更好的总在后头，于是他们总是有希望。44，第一种人怎么吃葡萄？45，关于第二种人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